点上啊。那所谓那个净瓶呢？净瓶又叫钧匙。军人的军，持寿的持，持用的持，叫军匙。那以前的那个瓶子都是一般部队里面拿来喝水用的，叫军匙。军匙表示什么？因为它叫大势至，所以你在阿弥陀佛像中无量寿无量光中，你先要懂得，所以右胁一定是观音，你先要懂得它其实都是佛化。你都懂得佛化时，你在一切感受之中，你才能够同时流润。同时流润就是势至，那种担当，那种念念之间，在一切感觉里面同体当下，你就知道其实它就是你的无量寿无量光的回光，叫君持。所以要是不懂观音，你也就不会知道什么叫大势至。你要是都懂得观音那个同体下，你有念念像君持之中的念念之间的流露，因为君持刚刚不讲军人拿的吗？对，军拿就是你首先有看到军人是面对种种感受，那种担当就是军人的相，但是他念念收复，等于说回归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叫收复，叫君持，所以它有流润相。君持叫流润相。你在觉心上面，你要体会那个同体的大悲，你要看到念念的流润，所以就是回光。大悲是向下大悲，回光君持是大势至，是念念回光。所以大势至菩萨是念阿弥陀佛，他的念念回光。那你懂得这两个方向时，在你心底深处，他就会建立一个功德庄严相，那个相就叫阿弥陀。对吧？你说阿弥陀怎么修？阿弥陀就无量寿无量光怎么修？先要在同体大悲上修，念念回光的势至上修。这两个功德若是具足时，在你心里面所塑的那个庄严相就是弥陀相。所以为什么叫右左胁右胁，就是这样的。